How much is that doggy? 另外一个孩子眼镜，可是他现在就是在这个很漂亮的小罐子里。肉基本上差不多，我吃过很多狗，有点相近于牛肉的感觉，但比牛肉的香味更好。嘿嘿嘿，你过来一下，然后我回头看着警察，然后就开门走，我就带着他跑。If he has a dog, he won't be lonesome.And the doggy will have a good home.